お嬢様、今日は楽しかったですか？ Yes. お帰りなさい。十八之梁是个好地方，来这里住就变成十八姑娘，记得进门就要来这里哦，十八之梁耶！大家好，我是金门县文化遗产保存协会的理事长黄香玲，传承多元文化，发扬金门申遗是我们这个协会的任务。我们是一群自发性的民间组织的力量，欢迎大家一起为这块土地而努力，欢迎大家。每个人一起逆上もいいし気持ちいい。ですね。また地元来ます。ここは特約茶室展示館です。ここは国民党による国民党のための慰安所です。OK 終わり。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日本から、日本の名古屋から、金門島に来ました。今日は、ここは何？大砲を撃つところ。はい。で、今、果物を食べます。何これ？うわぁ！マンゴー？パイナップル、パイナップルね。わあ、これ。あと金門島の金門島のお菓子。お菓子。はい。美味しい。美味しそう。美味しそう。美味しそう。いただきまーす。はい、どうぞ。いただきます。どうですか？いかがですか？味が。美味しい。イエーイ。由我金门水姑娘为大家介绍陶然居的五个房间房型，我们分成春夏秋冬跟 VIP， 请跟我来。客户外面配一个一只子呢 ，Honey， 富裕，哪只？阿斗阿皮 ，and VIP 一只子，爱走走，客气来。您看到的这就是春的房间，春天绿意盎然，里面是两张大床，总共可以住四位。この部屋はね、名前タルですね。ベッドは二つ。
有子有林様の部屋ですね。接下来您看到的就是下的房间，这个套房里面是有两张大床，楼上楼下阁楼式的，可以住四位。子之谷啊，この部屋は名前ね。夏、夏の部屋もベッドが二つありますね。四人様の部屋です。どうぞ。秋天的房间是属于双人套间，一个大床可以住两个人哦。秋の季節は私は一番好きの季節ですね。ベッド一つ、二人様の部屋ですね。冬天的房间呢，也是一张大床可以住两个人哦。北海道の冬のはどうですか？北海道は大好きですね。この部屋は冬の名前ですね。二人の部屋です。这个房间叫做 VIP 的 honeymoon， 非常的特别，里面有一张大床，但是还有一个小花园哦，是属于两人世界的地方哦，请跟我来。你看看，在这边呢，享受这样的一个私人的空间哦，啊，这就是两人的蜜月套房，等你哦。この部屋は VIP ルームですね。二人の世界ですね。実際のところにコーヒー飲みましょうか。嗨，肚子饿了吗？你看啊 ，Chicken， 这边就是可以料理的地方。微波炉有好吃的，碗筷可以自由取用。最重要最重要的，要喝水，要泡茶，对不对？泡咖啡，这边呢，直接开就有了。很烫哦，小心一点好不好 ？OK， 清洗的时候就是在这边水龙头喽。OK， 洗完之后呢，就把所有东西通通把它定位了。你如果好好的这样子配合着这样子做呢，我就会送你积分哦。嗯哼，积分有什么用途？积分可以享受免费的住宿或者小礼物哦。お腹空いてるですか？なあ、チン、できました。朝ごはんは、お水はね、コーヒーとかお茶とかここですよ。そのままで飲みます。でも暑いから火をつけてください。食べたら終わったら。いろいろ洗って、ここですね。なんとか全部は洗ったら、ゆっそくりきれいに置いといてください。もし、一緒に閉めたら、なんとかクーポンあげます。サービスなんとか。サービスがありますよね。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早餐一定要吃得好。早餐呢就会摆在这边，你可以这边自由的取用，我会把摆在这里。OK。朝ごはんはね、毎日朝7時半から9時まで。食べ物いっぱいですよね。ここに置いといて。もうゆっくり食べましょう。入住在民宿里面呢，是比较符合环保概念的要求，因此续住呢，我们是不更换床单和浴巾的。
但是假设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呢，我们是每次着收300元的清洁费哟。十八之良是个可爱的家，住在这里会让你变成十八姑娘，所以来金门一定要住在十八之良。Hello， 欢迎来到我们的民宿。入住到我们的民宿呢，我们会邀请你成为我们的乐活代言人。如果你也愿意的话呢，我们就会为你量身定做。拍一部乐活金门的广告影片，经由您的介绍来入住的旅客呢，只要消费满1000元，您就可以享受1分的积点。若是您已经累积的25点，您就可以免费来这边住宿1天，免费的哟。以此类推，假设您累积了100个积分点呢，我们就会邀请您接受我们乐活金门网络电视台的专访，同时呢，我们会送您2天的免费入住哦。所以呢，当你成为我们的乐活大使之后呢，以后所有金门的相关的文化保存或者是文化观光的事情呢，将由您来代言哦。想成为我们陶然居民宿的 VIP 吗？享受 VIP 的优惠呢，有好几种。比如说啦，你如果是我们的 VIP 会员呢，我们会送你积点的分数哦。累积到一定的分数呢，我们会有送你明信片啦，或者送你摩托车一日游啦，或者是送你住宿打对折啦，或者是免费住宿啦，有很多种的方式，所以一定要来加入我们的会员哦。当然啦，如果你已经成为我们的会员了呢，还可以参加我们打工换宿的优惠方案哦。嗨，欢迎大家来到十八之良民宿，我是十八之良民宿的女主人，我是金门水姑娘，你也可以叫我香菱姐。至于你们要怎么分配房间，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我可以先把我们的民宿的房间呢介绍给你们，那拜托你们的领队来帮你们分配咯。首先我要介绍的是我后面的大门进来左右各有一间4人房，那后面呢也有一间8人房，所以总共是3个房间可以住16位，这样清楚了吗？OK， 现在您进来的，从大门进来的了，你的这个前厅呢，左右两边各有一间4人房，这边跟这边，请跟我来。这边就是8人房，楼下有2张双人房，楼上也有2张双人房，所以至于你们怎么住就随心所欲咯。好，那已经刚才已经介绍过房间了，那我们现在来介绍我们民宿的公关，也是我们民宿的公安，他的名字就叫黄小宝，他今年已经5岁咯。 OK，那接下来呢，真正的这个贴心小提醒呢，有几个要点要请您一起配合哦。我们是一家合法的民宿，也是合法的环保旅店，所以呢，我们不提供一次性的牙刷、刮胡刀、小毛巾哦，一定要请你们准备。那接下来是有几个重要的事项要请您注意一下。
第一个就是你们入住的时间呢 check in 的时候呢，一定要一个人一个证件哦。我们会做观光人数的统计。第二点呢，就是来到民宿了以后呢，一定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每天更换床单跟毛巾的。假设你有这方面的需要呢，要另外付费哦，每一次费用是100元。第三个呢，就是早餐的时间呢是7:30到9:00，过时不候哦。假设您需要的是更早时间的用餐时间，那也是会增加费用哦，每个人增加100元。再来就是我们民宿里面有提供了冰箱你也可以买一些东西回来冰箱冰着，但是呢我们房间里面是不可以吃东西的哦，也不可以抽烟喝酒都不行哦。那再来就是我们民宿里面是不提供这个瓶水的，瓶装水瓶子呢，环保的概念呢会造成我们金门很大的负担，所以呢我们这边帮你准备了饮水机。这边的饮水机呢有一个热开水呢有一个开关，您只要按下这个开关，然后喊123，它就会有这个水出来了。如果觉得这个水太烫的话呢，你可以用冰水的地方也可以的。再操作一次。我再操作一次哦。民宿里面是不提供这个瓶装水的，所以您要饮用水的时候呢，这边会有杯子，你可以自由取用哦，还有筷子、餐具。那如果你要用热水的时候呢，喝开水泡茶，这边有一个开关按下去，这边有一个开关按下去，灯按了就喊123，水就出来了。如果你想喝冷水的话，这边也直接按就可以了哦。还有啦，上面呢这边有茶有咖啡呢，欢迎你自己取用，就好像是自己在家里一样的方便，这些都是免费的哟。接下来就是早餐，早餐非常重要，我们7:30到9:309:00是供餐的时间，这边有餐具你可以自己取用，然后呢汤匙筷子都可以自由取用。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冰箱，这边有一个好大的冰箱，你可以自由取用。当然您使用的饮料啊什么的，你就放在最下面这一格，最下面这一格。所以呢早上7:30的时候呢，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早餐的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听到音乐的时候就是我们用餐开始的时间。 OK， 好，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每一天的晚上10:00以后，我们就要安静的熄灯睡觉咯。如果你还不想睡也没有关系，但是要请你放低音量哦。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不明白的地方呢，麻烦在晚上十点以前告诉我咯，我一定会全力的协助你。还有如果你想要租车的话，一般都会事先先预约的，尤其是如果你早上9:00以前要订车的话，是不容易叫到车子的而且会加钱，每次可能会加300元。好，然后我顺便要带到的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大厅呢，有挂了非常多的画家的作品，你可以好好的欣赏。那你也可以 Google 找一下陈阳春大师，他是全球的水彩画大师就是住县艺术家，就会住在这里，所以请你好好的享受这个氛围咯。